好了好了好了，爸爸叔叔，等一下。但今天的历险会很刺激哦，你们会害怕吗？好了，咔咔，停机了。哎，停机了。碍眼呢。今天的历险可以靠爸爸一个人成功吗？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历险的小伙伴还有谁？安东尼，还有安东尼妈妈，还有飞行家族。好了，今天的守护天使已经集结完毕，他们将分别守护 Grace、Joe、安东尼。新年新气象，疯狂就这样。这是由小样小乳酸联合冠名的《疯狂的麦吉》。今天究竟谁会赢得更多的石像？疯狂的历险开始了！石桥密室已蠢蠢欲动，曹格、张婷、虫虫、蜻蜓勇敢迎战。首先出发的是曹格和张婷。这一关主要是靠答题了，就看问题是什么了。成语这些我不可能呢、啊，我连看中文都有问题啊。那我们只有自求多福，然后叫加油诗人为我们加油。对，应该可以。麻烦加油诗人大声一点，救我们！爸爸要干嘛？没听到。好，那啥，走。是男生，你先。这是站第一个吗？前三根都可以站。爸爸有惧高症。我刚刚知道曹格有惧高症。好，站起来。爸爸加油，爱你。麦吉麦吉麦吉，我来啦！哈哈，哇，为了欢迎你们的到来，你看我把我的密室全部都装饰了一下，很喜庆吧？很喜庆，刚好过年啊！那一会儿也要吊得喜庆一点哦。啊，我们才不吊呢，我们一定可以过关的。好吧，那就看你们的啦，一定要过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吉健，你觉得爸爸他们是不是要像麦吉打怪兽里面的麦吉一样这么厉害？像麦吉一样勇敢。加油！曹格、张婷，石桥密室历险现在开始。啊啊啊啊！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。天哪，有点恐怖。哇！听题，请问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向谁借到芭蕉扇？啊啊！什么？再变芭蕉扇？请问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向谁借到芭蕉扇？铁扇公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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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请问我们常喝的可乐中主要含有什么气体？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请问丘比特是西方传说中哪种神的别称？什么？什么？丘比特是什么？丘比特是什么？爱神。爱神。叶希海。叶希海。爱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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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请问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卧龙是谁？诸葛亮一二分。诸葛亮，诸葛亮，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照顾幼蜂的是哪一种蜜蜂的职责？汪汪汪汪汪汪！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哇，你听得懂啊？我听不懂哎。请问哪吒的二哥叫什么名字？
木长，木什么？木匠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有木匠这个人啊？请问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形容的是伟大的什么？这个我没办法。母爱，母爱，母爱，一二三，母爱。形容的是什么？母爱是不是？母爱是不是？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请问《读书郎》中小模小二郎的下一句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啊，那个书包就是他。哇，只剩一根了，只剩一根了。背着书包上学了。曹格、张成、石桥密室历险失败。网购上京东，省钱更放心。京东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探花。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，贝因美为你加油。你干嘛？你羞于见人吗？每一题都是你在回答，根本我没回答过，我只回答过一个诸葛亮。你错了，没关系，你中文不懂吗？爸爸，不要喝！你不要打，你快出来！他现在所有的 box 都在要打麦吉上面。为什么？他欺负爸爸？他说没有了，他没有欺负爸爸。对，他说麦吉害爸爸掉下来。没有没有。另外一组是谁？想去吗？去，我们走了。加油！好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去拿剩下的所有石像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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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虫虫、蜻蜓、石桥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听题：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是什么动物？鹅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请问屈原跳江跳的是什么江？汨罗江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曹冲称象故事中，曹冲用什么称的象？完全没办法回答。船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哇，好厉害！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温酒斩华雄的是谁？关羽。一代宗师叶问，他的武术叫什么？咏春。咏春。咏春。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哪个地方的民歌？青海。神话人物哪吒最后用什么植物做身体？莲藕。莲藕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的主人公是谁？羽毛。琴棋书画中的棋指什么？围棋，围棋，围棋，围棋。这么厉害！小说《编程》中，翠翠她爷爷是什么职业？打鱼的。爷爷，爷爷是干什么的？卖花的。啊，不是抓鱼的，不是卖花的，干嘛的？船夫，船夫，什么？船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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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好险。
跆拳道中级位最高者的腰带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加油！爆水了，这个面。谚语“路遥知马力”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日久见人心。回答正确，请听下一题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是谁的？萧何。谁呀、啊？郑成功，好吧。吕布啊，曹格，曹操，吕蒙，木吒，哪吒，木吒，哪吒，刘邦，金吒，金吒，啊，我不行了，刘邦啊，刘邦。重宠蜻蜓，十强密室历险失败。网购上京东，省钱更放心。京东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韩信。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密室，贝因美为你加油。姐姐，你知道动物？女孩是谁？爸爸。哇，妈！就是你的脸答应我，你的脸稍微软一点就好。大了，还有女孩子吗？谁先进洞？你们。OK。哇哦哇哦！这不是你房子吗？麦吉在哪儿啊？在百里瀑布。麦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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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 ，Grace， 叫那三个洞窟里面啦！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宝藏。可是我不想哥哥还有爸爸进去，还有我进去。好，那你想让谁先进去？是绿哥哥还是我？他比较大，他比较小。大家都很着急要历险了是吗？放马过来，加油！祝你们好运喽！哦，放羊过来。是历险，现在开始，请听题。请问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，其中床指的是什么？对，睡觉的吗？床是吧？
请选出一人进入一号洞窟作答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人出来，然后进到那个洞窟里。李晨，既然姐姐说让我去的话，我不，我觉得姐姐说让我去的话，那就你吧。因为你呢，是吧？一直是我哥，曹哥已经是爸爸级别了。然后这边我要叫姐姐，那个我要叫舅。进地主之谊，你先来。我也觉得应该把他。对他进去是对的。我先进去了啊，过。第一个红色客厅的窗户，蓝色是卧室的卧具。他不会写卧室的卧字，他不会写字。你可以写拼音的。黄色是井上的围栏。窗户。围栏那个太不靠谱了。黄色。挑了一个最不可能的。还有一个。你觉得是哪个小八？卧室的卧具。我觉得是红色，房的前面就是一个窗户嘛。对啊。同谋领域。啊。我还是觉得是蓝色卧具是吧？对，我还是觉得是蓝色，因为床就是床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选了。好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拜托，拜托，我跟哥哥不想去。姐姐，你觉得是蓝色吗？蓝。姐姐都说是蓝，肯定是蓝。叫呢？叫。蓝。好，好，我谢你们的。回答错误。请选出一人进入一号洞窟继续作答。不见了。我这样，我们分析好了再进去啊。你先去，我要你去，我不跟我爸爸。这个是在家里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他这个，哎呀，小八，我害了你啊！他这个床就是很落魄的时候，但是想起了家乡那种感觉。他落魄的时候就是没有地方睡嘛。对啊，睡在外面井旁边的栅栏上嘛，可能是这样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是大学生啊？我来啊！可是我你掉进去，但是我完蛋了。没事，你会收获好两个宝贝，我相信你，我加油。加油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的。黄色黄色黄色，我觉得应该是黄色啊。黄色 ，Oh my god！就这样了，来吧，就这样了，来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等。我的地头是故乡，他是在外打拼打工，可是不代表没有房子啊。哪个答案最不靠边，就是哪个答案，是这样子吧？对，红色。你不要掉下去了，拜托！我尽力，我尽量啊，黄色啊，好，来走啊，好，来了！回答正确，请取出字板。漂亮！干得漂亮！厉害！ Yes, 我就觉得他不会出那么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大学生。请听下一题。哎，好。请问法国的水冰帽顶端有一个红绒球，红绒球最初的作用是什么？请选出一人进入二号洞窟作答。我们有一个红绒球，啊，这个很漂亮的，我来。对，你中文好不好？不太好，我怕你连题你都对读不出来，这个必须得我来。对啊，哥哥又要进去吧，帮我们。对，这一关我们答对了，有两座石像。OK， 一定得把这个关答对啊。加油！好，红色的答案是防止碰破脑袋。好。蓝色的答案是方便识别友军。黄色的答案是寓意胜利和纪念某位军官。哇！啊！救命的，因为它掉了，对，然后看到那个红色，那整个帽子搞成红的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弄成红球啊？有道理。超哥，你觉得这三个答案哪个是最不靠谱的？第一个是什么了？
防止碰破脑袋啊，这个最不靠谱，这个最不靠谱，对不对？不过那个是软的，对啊，所以排除掉吧。我觉得最不靠谱的就应该是，他们现在就是不追求真理，不追求答案，只追求麦吉的思维，是吗？最初的作用，最初哦，现在的作用是什么？啊，有可能最初它是硬的，然后就保护脑袋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放了啊。好，你放，我放了啊。啊，姐姐帮我加油。什么人呢？回答正确，请取出字板。干得漂亮！干得漂亮！哇，好紧张啊！哇！大学生发威了，就是发功了。太厉害了！你这是麦琪超怪的吧？对啊。请听题，请问筷子原名叫箸，后来为什么改称为筷子？请选出一人进入三号洞窟作答。这个应该有信心。你进去。走得很。谢谢姐姐，你加油我就赢。你加油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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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。红色的答案是船民们。希望船不要停下来，会开得更快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农民希望吃饭，红色快速多干活。第三个黄色就是，大人希望小孩吃饭，快快成长。哎呀，会不会是黄色呀？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差别。是船民。筷子。第二个吧，箸嘛，箸就是一个竹，底下一个竹子的竹，底下一个者。原来筷子是用竹子做的嘛，嗯，就是用筷子的那个人。大人希望小孩快点吃饭，快点长大，对吧？子嘛，有一个子啊，子孙的子啊。对啊，子孙的子哎，从字面意思的话，应该是第三个。你这样说又好像有道理，好容易被左右啊。曹哥，这样，如果黄色不对的话，那你就选最不靠边的，就选那个船的那个。那如果都不是呢？不会不会，你反正麦吉出什么题就选最不靠边的。那这道题我又自己认为是黄色。好，第三个，没问题啊。来，选出一人进入三号洞窟继续作答。必须是你或者是我。你看就快哭了。你进去放那个。爸爸，我们都不要。那我去吗？拜托你，我们都不要。那我们就不能出去了。你一定没事的，蓝色，相信我。为什么你不要进去？那谁照顾他？我照顾他。哥哥照顾你哦。妹妹，一分钟很快。不是，他看居然在说服他妹妹。爸爸，你放，把他放回，放，把黄色放回来，把蓝色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叫宝宝加油。爸爸加油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哦，哥哥看着他。加油！加油！哥哥，那你会怕轿子吗？爸爸掉下那去。不会啦。那他还会再上来这边吗？当然啦，什么害怕的？爸爸赢了这一关，我们就可以拿全部了。曹哥只要掉下去，他们俩就完了。啊！就开始哭，狂哭。完了，他第一个是说什么？如果黄色不对的话，那你就选最不靠边的，就选那个船的那个。到底是蓝还是红啊？笨蛋，到底是什么？你可以让我爸爸赢吗？蓝色还是红色啊？就蓝色。好，听你的。等一下他会打下去。你怎么能选蓝的呀？
一个好坏啊！红色，红红，请确认答案。确认，红啊！回答正确，请取出纸板。开门，开门。下面进入最终考验，请将获得的十块字板分别拼成三个左中右结构或者左右结构的字，时间限制为90秒。八七六五，这个肯定是在这边的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应该是后面的。这个也不是一个字啊。爸爸看着一脸字，好迷茫，这都是什么？时间还剩50秒。这个是一个字吗？爸爸，那刚刚那个安古呢？他掉下去了。他很难的，这个真的特别难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因为曹格呢是马来西亚人，汉字你要是汉语能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时间还剩30秒。看字吗？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爸爸，快！时间还剩20秒。加油！时间不多了。20。这个很像是一个，这个是干嘛？多出了一个是合理的吗？时间还剩10秒。这个是一个字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是脚香坐。很遗憾，洞窟密室历险失败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啊！啊！来，可以出去了。可以。我们自己接。那个吓到。那个喷的吓到了。吓到了。吓到了。我也不知道有那个。白鸡，白鸡，白鸡。他每次都对不靠谱的那个应该是对的。麦吉麦吉麦吉，哇哦，欢迎你们回来！谢谢。这一轮守护的宝贝是 Joe 和 Grace， 赶快来抽取你们历险的密室吧 ！Joey Joey， 来来来，快点来！什么关卡？什么关卡？往前推。哦，好了。十把密室。啊，十把密室。看看是谁要去呢？曹格、Joe。蜻蜓，哈哈哈！蜻蜓，蜻蜓好运！谢谢谢谢，我们会平安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保重保重保重！加油加油！大喊了！嗯，好了，我们去了。Let's go。就你怕高吗？一点点。那一会儿如果你害怕怎么办？你会哭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我怕我哭。爸爸哭了，你要救他哦。钱不一样哎，这个今年有红包在这里，你看事事如意，事事顺心。不要急，不要紧张。你是顶梁柱，你现在就开始紧张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有惧高症啊，我怕高。
别这样，你就坐下了。姐，你是曹英雄哎。在这边，我们是要先在这边吗？北极，北极，北极！哎，我们曹哥已经就是腿软了，站不起来。曹哥，你不想给舅做一个好榜样吗？现在就软了。至少得把我带到最后一个红包那里。所以当我觉得他是包袱的时候，我是可以把他踹下去的吗？不行，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你以为是夫妻一对呀？那我只是问游戏规则嘛。小石板，快点升起来啦！不用拉着吗？没关系。啊，就我拉着你的手啊！你好贴心啊！还没有开始就开始当我的安全带。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绰号是什么？你有绰号？蜘蛛王。好嘞，蜘蛛王，前进吧！现在干嘛？石板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移动到第二石阶。谁先？要去那边。你过得去吗？哎，英雄，你不是要带我到最后一个吗？好，第一个就问我过得去。你要到那边，就你要到那边。是那个石阶上，可以吗？不要掉下去哦，这边。哇哇，好厉害 ！OK， go， 就够高了，到那里去。滑过去。可以啦。小宝宝，试一下，我先。哦。你可以拉着他过去吃吃，可以吗？哎，宝宝，你别滑下去啊！你第一个就上去。用怕的，用怕的。来，跟着宝宝跑过去哦，我们去抓那个，趴过去，趴。你先放手，我们冲过去。怎么冲？就跑过去，跑过去。你听妹妹在给你加油哎。哥哥加油！你看宝宝怎么过去哦。哦，你跟着宝宝吧，好厉害！哇，你好厉害！为什么他可以站起来？欢迎大家到我的花园来玩，来散步，啊、好吗？还好吧，也还好。早说嘛！嘿，怎么选？你想好了没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原来这么简单。好了，快来快来爬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准备答题了。第二时间答题开始，共三题，石板开始倾斜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问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哪一位历史人物？屈原。第二题，请听题，请问右边是中国四大发明的哪一个？你知道吗？曹哥完成。曹哥是马来西亚的，这怎么会、啊？曹哥在这儿看着。活字印刷术。请听第三题，请问这位少年踩在脚下用来飞行的法器叫什么？风火轮。这是哪吒。回答正确。问题回答完毕，石板停止倾斜。哪吒。哪吒。曹哥会认识哪吒？没有，曹哥有回答。曹哥完成。曹哥有回答，他从头到尾就。哎，就懵了。请移动到第三时间。这个又高了耶。哇塞，这个现在很高了已经。对，这个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那先走吗？曹三丰来，爸爸试一下。我先好，你要爸爸先过去了。就我们都先从旁边爬到最高。你是蜘蛛王哎，你为什么会从旁边？然后，哎，好，就滑过去、啊。对。哇哇哇哇哇！啊，厉害！哇，你跟小人鱼真的真的。可以吗？试下爬到最高。我顶着你好了，你先爬到最高那个线。踩在我的手上。好。OK， 你学宝宝，你的脚这样，然后就推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对，飞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面对宝宝 ，OK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就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推自己过去这边，我会在这边接你。你看宝宝在这边，来。你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可以。踢啊，要用力踢，踢就飞过来。Come on， 加油加油，勇敢，勇敢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个没有人会的，我们这是一个团队，我们要合作。
来，加油哦！过了这个就可以了。勇敢哦，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，不要哭的，勇敢，干嘛？唐三丰今天说了不会哭啊，加油哦！加油，哥哥加油！你在等着我，加油！好开心的妹妹啊！来在这里，我拖着你，然后你过去，我推你一把，好了。然后你从这里跑过去。啊，可以钻那个吗？那个不能钻，好像不行耶，那个不能钻，就也不能在这里放手啊。就滑滑梯，啊，过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滑滑梯，没关系，孩子们是可以的。哎呀，你有曾经到我这边过吗？那里是我的止步的地方。OK， 借力踢嘛，一踢就飘过来了。加油加油！我来了，好，就你小心哦，往里面躲。直接答题开始，共两题，石板开始倾斜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问这个充满儿时回忆的照明工具，它以什么为燃料？看不清楚啊。没有。请听第二题，请问熊出没的这只母熊，熊出没你看过吗？就啊，哪一个？熊出没的母熊叫什么名字？熊出没母熊，女生的熊，女生的熊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不知道。叫什么？翠花，翠花，翠花。问题回答完毕，石板停止倾斜，请移动到第四时间。不要往后看，不要往后看。你抓着，你先抓着，我来。啊，你先去吗？我先去。你有办法吗？来，我混到外面。就你小心，你就在这里，小心点抓好啊。你怎么过去啊？这个可以。我扶着你好了，你踩在我的肩膀上。哎，我觉得这关难，咱们过不了。好，要不要踩在我的肩膀上？你要掉下去，我们就都完了。我觉得是不是要清醒些？对，蜘蛛王、曹大侠，我应该是从这边跳过去，还是这样抓呢？哇，不敢看下面，好高啊！不要，不要往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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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恐怖，这个时候往下看真的超恐怖的。不要往下看。啊，看上面好了。真的是蜘蛛。哇，不要往下看。哇，对啊，你千万别对着讲，千万不要啊。加油啊，加油啊。好。却有点难，世纪难题就。你抓住那个，我想一个方法。等，我想一个方法。哦，爸爸好聪明，爸爸好聪明。那个一会儿要装球。就，我把你从这里拖过去，你抓这个袋子，好不好？然后让爸爸把你，一定要用力抓，好吗？好啊，加油啊！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不怕不怕不怕！加油哦，加油！你看爸爸已经很勇敢的去啦，姐姐在看着你哦，加油！哥哥，拜托你不要哭，我爱你。就，我把你从这里拖过去，你抓这个袋子。OK。请你踩着我的腿。好，对对对，抓紧，抓好，抓好，一定要抓好哦。两个手哦。嗯。抓好了吗？嗯。我觉得只要蜻蜓一推开，哎，这过去就好了。
好了，我说话啊。你不用说，你慢慢推他过来。要放手，抓紧！抓着！追不到你，挡住了。好。我建议啊，在这一关就把那关的题答了，我就下去了。你能牺牲你啊？我的天哪，这关我上次就是在这关掉下去的，我的命。不行，牺牲。我不愿意救下去我。救。我不要。不是，我要看你身上有什么。我要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因为我们一直都说那个爸爸身上那个是安全带，对，所以他以为爸爸把安全带解开了，对，他很担心爸爸。对。不然这样，我跑过去，如果你怎么跑，我就用力蹬过去，你抓着我。好，你这样跳吧，这样跑，对，然后抓不到我就直接抓这个。好 ，OK。不要往下看。我是你是最高，因为如果掉下去，我会从最高掉下去。来了，但是他是用扑的，他扑过去。不行。加油！加油！青青姐加油！加油！来了啊！不要看，我在，来，直接答题开始，共一题，石板开始倾斜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啊！闻鸡起舞。这什么图？闻鸡起舞。核心起舞。核鸡起舞。这从哪上来？这什么图？闻鸡起舞。问题回答完毕，石板停止进行。他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答对这一题吧。现在进入最终考验，请听题，请问大家在写信时都会在信的结尾写上此致敬礼，此是指什么？红色写信人，蓝色收信人，黄色信本身。只是写信人吗？黄色。你先说什么？是绿蓝还是红啊？黄色。红色吗？哎，为什么我们就能确定是黄色？我随便一说。黄色，黄色，好。我看他过不去哦。这个有点难度，我拉啊！你安静，我来。曹格，加油！我天，你抓紧抓，不要看下面，抓紧！
喂，你这样子我不敢跳。啊，好累！爸爸加油！哇！疯狂的麦吉合作伙伴，好吃好玩不二家棒棒糖。网购上京东，省钱更放心。疯狂的麦吉小样小乳酸提醒您，马上回来。网购上京东，省钱更放心。疯狂的麦吉小样小乳酸提醒您，现在继续。不要动哦。然后呢？柜子手心全部都是汗。恭喜成功了，逆时历险成功，完全是靠曹哥一己之力，太厉害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是的，是的，哇，这哪是小朋友做得到的事啊？这个只有我这蜘蛛王才做得到，新地板的，白鸡白鸡白鸡，叫，刚刚你在石板上让我看到了你像小绵羊一样的一面，他说你像小绵羊。你现在要不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呢？啊，就啊！让爸爸把你丢下去，好不好？你先跳下去，我才跳。哦，我在这里可以上蹿下跳。现在赶快打开积木宝箱吧，来，大锁全身，四座石像。哇，那么多！这一轮的京东密码是四，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，一个，都拿出来。快请跟姐姐分享一下吧，我们这边看看。好厉害，有奶油，有奶油，我们没有人想到最后你一个人可以闯，你们两个的就是你的。我曹哥应该都有运动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这样跟我说我也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我们都以为有肌肉吗？可以，就一就一，快来告诉我们要去哪个密室吧。安东尼，安东尼，把你去抽一下，拿起来，自然密室，你看，爸爸。我们去探险，大地从未缩回，我勇气当头盔，让太阳证明美。嘿，我们去探险，把黑锁回缩回。妈妈，不要你进去，我害怕。你不用害怕，妈妈进去玩，我好喜欢玩，好不好？我也喜欢你。
小心点，别把我们家娘娘摔了。上来，摔了我可先把你拖出去斩了的。有一根在我就放心了，他的体重蛮那个。王红仔，你们不要动。我知道了。王红仔，肩膀先挪。慢一点点，我们动的时候再慢一点，因为现在我们四个人比较平均。实盘密室历险，现在开始，实盘开始松动。哎，好。喂，不行。OK 啥呀？我们这边更重一点。啊，现在是 OK。回来一点。OK 的。可以了，平了，平了。哎，现在进入第一轮答题，需要在60秒内答对5题，请张婷移动到看题区。那边是吧？婷姐往那边移，纯纯你往这边。好。我的。你直线过去。我直线过，你到中间是吧？你走一步，他走一步。慢一点，婷姐，我们慢一点。小八，我们两个来。你们俩压住两边。对。你们俩是动还是不动啊？你们俩不动。Just be there。哎，别逼了，还蛮爽的。Be there。飞行大家都。小心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到位了。OK。等一下，60秒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四个字，那个看到谁来了就会这样子。皇上吉祥，吉祥，娘娘吉祥。不是那个，前两个是对的。皇上，皇上驾到。耶，对。哎呦，也是四个字，然后那个看到那个。玫瑰飞，时间还剩40秒。美人，女的，但是下面人看到了。哦，皇后娘娘，不是下面人看到那个太监。对，太监看到娘娘说什么？扎。那个看到娘娘要怎么样？娘娘吉祥，请安。脚要时间还剩跪。乖。跪安。啊，看到我有两个什么？九啊。三个字。小九啊。对。那个我演的那个角色，没错。玫瑰大爷。时间到。什么啊？第一轮答对3题，挑战失败。答对5题。现在进入惩罚环节。哇！那是谁？对，这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啊你？哎，Hello，就有娘娘在，你别乱来。他娘娘在，你别乱来。石盘开始松动，惩罚环节现在开始，3、2、1。声音比音乐还大。你就站在上，你别乱动了。他怎么那么活泼呀？哎呀，倒是走啊你！哎，别，你们再回原来那个地方啊，原来的位置啊。不行，我还是轻哎，怎么办？原来的位置。那我要往外面站。现在进入第二轮答题，石盘开始松动。慢，需要在60秒时间内答对6题。不知道，请一哥移动到看题区。要换位置。哦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四个转圈。聪明！哎呀，不愧是一哥。我们顺时针转。智商怎么那么高呢？秤砣要动了，一哥应该是他们里面最重的一个吧？你过来！你过来一点，走，很好，走，很好，不动。没事，到了吗？一哥，你到了，你到了，一步，再走一步，你走过来，踩上没问题。你到了，你到了，一哥，你到了。60秒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过年要干嘛？噼里啪啦，鞭炮，放鞭炮。好。过年要干嘛？门上，快快贴春联，贴春联，贴春联，贴对联。对。那个这是干嘛？放鞭炮啊！不是，对联，对联。会吗？你会斗鸡眼吗？我会。哥哥达，下蛋，母鸡下蛋。对，下蛋。你太厉害了，这都行。那个，解释什么？贵妃，贵妃，娘娘，老虎，什么老虎？老虎。自己打还行，自己打可还行。那个平时，在福建那边，大家都喜欢干嘛？福建打麻将，喝的茶，什么茶？大碗茶，什么茶？三个字，盖碗茶。对，我在干嘛？喝茶。哎，
回答正确，第二轮你好棒、啊、对第二题挑战成功。我觉得我要给自己点，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太厉害了，明天派对吧。哎，最主要那个毛肚吃得好。从众答题真的是最厉害的，在他们这一队。现在进入第三轮答题，请张婷移动到看题区。啊，又是你娘娘。我们这一轮需要在60秒时间内答对七题，就像刚才六十秒七题逆时针转。OK， 好，慢慢慢慢挪，用挪的用挪的。看着小八，你要动啊！我在动。八哥，你像我们这样，动动哎哎，我发现八哥比我胆小哎。八哥，你像我们这样好不好？哎，八哥，你像我们这样，哎，这样。好，来了，我到了。六十秒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快点！哎，我那个。我老公对我怎么样？非常好，四个字。体贴温柔。不是四个字，赚的钱都给我。做牛当牛做马。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。哎呦！来，快点。马怎么叫？好，时间还剩30秒。我就怎么样？你有什么？两个字。我任性，任性。好，我现在很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什么？时间还剩20秒。不是，有形容女孩子怎么样？什么？第四个字，我是什么？你是美女人，对对，然后说这个女孩子什么？时间还剩10秒。不是，冰雪聪明。不是，两个字，四个字。人，搭贱人。时间到。这个是贱吗？这个是什么贱人？我错了，娘家。把他拖出去。我说我怎么样？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到底是什么呀？楚楚动人。啊。要对我眨眼睛吗？哎，娘娘，楚，这是楚，这是楚吗？就是这就是，我以为你拿了一把剑在挥舞。楚楚动人。第三轮答对两题，挑战失败。现在进入惩罚环节。又来了。上山打老虎，一哥这时候看你的啦。这狮子好吗？不是老虎。哦，对。石盘开始松动。惩罚环节现在开始，3、2、1。还变五还不一样。等我离开吧。你别打了，别打了。狮子都不见了，狮子也掉下去了，狮子自己也不见了。很遗憾，石盘逆势历险失败。好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你们获得了几个石像呢？哦，两个。所以呢，这一轮的京东密码是2。哇哦。题目也太难了吧，太难了，对，是第一轮的题目太难了，我根本完全没办法。麦吉，啊，麦吉，欢迎你，Joe Grace， 现在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可以到悬崖密室去啦。大吉大利，果然是过年的特别节日。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！哎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来！恭喜你发财！叫加油啊！加油！就加油！叫你怕吗？你看叫。怕呀。
不要怕。麦琪麦琪麦琪，赶快走上我的悬崖吧。坐住各位吧。哎，我觉得你站都没地方站了。不是，不会追的，他现在不会追，他不会追。悬崖机关启动吧！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来了，来了。可以说吗？可以说吗？停了吗？这么开好吗 ？OK，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的，开始立宪吧！出发！加油！爸爸加油，哥哥加油！悬崖密室历险现在开始。八哥，请听题。好了，请问图中公仔是哪个动画片里面的卡通形象？机器猫，机器猫，机器猫，哆啦 A 梦，这个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我不晓得。是猫吗？这是猫吗？酷狗。正确答案是大耳朵图图。没看过呀。哎，你们要救我！救下去！哎，有跳过卡，记得啊。你们还记得那个很慢的这个很慢。我是想要，我就这样哦。哦，我是想要，我对，我就这样。曹格，请听题。清朝官帽上的花翎是用什么动物的毛做的？孔雀。孔雀。回答正确。嘿嘿。嘿嘿。嘿嘿。蜻蜓，请听题。请问《孟母三迁》中，他们最后搬家到了什么地方？书院旁边。学校。回答正确。到我了。张婷，请听题。请问这是哪位明星小时候？谁呀？陆毅叔叔。陆毅，回答正确。陆毅叔叔，小时候。就，请问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出家前姓什么？唐僧出家前唐啊，不是吗？不是唐吗？不是，姓什么？玄奘，他不叫唐玄奘吗？唐，姓唐，姓唐，唐哥哥加油！张王李赵，张周吴郑王，说张。成说成成成，回答正确。好恐怖哦。虫虫，请听题。请问保护我们的臭氧层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？紫色。黑色。透明。黑色。蓝色。蓝色。回答正确，淡蓝色。谢谢你，淡蓝色。算过关了吧。张婷，请听题。还有啊，象形字是一种最原始的文字，这个抽象的字体代表什么？月吗？明。回答正确。怎么会讲月呢？曹格，请听题。请问图中这位姑娘她的暗器是什么？什么？暗器？玉风针。回答正确。哇哇哇！最后一题了吧？蜻蜓，请听题。请问图中这种常见的温度器中的液体是什么？汞。回答正确。张婷，请听题。请问谁和我们不一样？请找出不同。张婷，再听你推我干什么？哪一个？亚玲。回答正确。爸爸先说的。哦，运动哑铃。你会什么？我不会。我们会跟你答案。我们两个会跟你讲，你不要紧张哦。你听到我们说什么，你就跟他讲。哥哥加油！就，请听题，这是哪个著名建筑 ？Taj Mahal，Taj Mahal，Taj Mahal， 是 Taj Mahal。是对的。对了，你不会英文。是对的，退回去。国际化好吗？我得跳了。
go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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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牺牲他的位置给我，你看我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虫虫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物品。扫把、铲子、喇叭、唢呐。回答正确，唢呐。叮叮叮。张婷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坐井观天。回答正确，曹格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打草惊蛇。回答正确。哎，等，我有个问题，到底有几题问题啊？我也想问麦子，我们还剩几题啊？对啊，有很多。有很多。你已经没有位置站，根本就是不让我过关嘛。蜻蜓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毛手毛脚的。毛手毛脚。回答正确。张婷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鸡鸭月火。鸡鸭月火。是什么啊？鸡鸭月火。鸡鸭月火。正确答案是飞蛾扑火。飞蛾扑火啊！怎么会是蛾呢？恭喜曹格、蜻蜓、虫虫悬崖密室历险成功！成功了！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快点烧回去！快烧！我变猴子了。木宝箱吧，哦，最获得了三座石像。姐姐，我们成功了。姐姐，有没有给我们加油？蜘蛛王曹格为萌宝贝 Joe 和 Grace 赢得了11座石像，贴心妈咪张婷也为她的宝贝安东尼赢得了4座石像。看麦吉得觅食，登录京东麦吉专区，专享疯狂优惠价。本期的京东密码是2442。现在麦吉已经在神秘的宝藏密室为孩子们准备好了新年宝箱，在这里有他们最想得到的宝藏和最渴望实现的愿望。孩子们赶快大声念出我们的通关密语，踏上本季最后的寻宝之旅吧。疯狂的麦吉宝箱赞助，贝因美，生命因爱而生，世界因爱而美。小样小乳酸，我是小样，我就这样。美的儿童空调，智能防着凉，好吃好玩不二家棒棒糖。星钻积木，我们的幸运符号。麦吉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了呀？我妹妹害怕。那还有安东尼呢？也害怕吗？那你最勇敢啦！你是不是最勇敢的小朋友啊？你的回答怎么有点心虚呢？没有啦。那我们把其他的小朋友变进来好不好？好啊，用你的魔法把大门打开吧。麦吉麦吉号。这摔一跤就罚回来了。但是麦吉现在有一点，就是我们这队好像分数很少吧，时间太少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觉得你可以踩所有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，然后同一时间进来拿宝藏就好了。对啊，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公平。麦吉，你不能让姐姐白说，拜托。好吧，
现在呢，每一个小朋友要选择一位守护天使哦。不要吧，我们全部都进来吧。啊、全部一起吧。新年嘛，大家一起才热闹嘛。对呀、啊啊。不管了，开始。大过年的，那就可以吧。两支队伍寻宝，开始喽！好的都在上面。愿望宝藏有小样小乳酸、美的儿童空调、贝因美精装爱家孕妈咪配方奶粉、贝因美爱家婴幼儿配方奶粉、贝因美牛肉番茄米粉、美迪熊星钻积木、博尔加糖果生鲜大礼盒、苏格兰黄金蟹、法国银鳕鱼、波士顿龙虾、加拿大北极贝、智利地黄蟹、北极甜虾、茶干湖鱼。哇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什么事？哇，听说张婷老师要来做我们的实习班主任啦，是不是？是的，4月18号。是的，就在我们的金卡通卫视，每周六晚7点。我会带上我的宝贝，爱上幼儿园，我一起玩。嘿嘿，今天呢，不仅会有这么多的宝藏，还有一个大礼物，是京东为大家送来的新年礼物——海鲜大礼包。京东，哇哇哇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礼物来？哇哇哇！哎，怕吗？你看看，怕吗？我们把它拿回家当宠物好了。哇，它真的会动哎！谢谢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网购上京东，省钱更放心。这是由京东联合冠名的《疯狂的麦吉》。今天孩子们都收获到了他们想要的愿望宝藏，历险还在继续，石头城堡还有更多的愿望宝藏等你来获取。我是小样，我就这样。这是由小样小乳酸联合冠名的《疯狂的麦吉》。感谢新浪娱乐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网易娱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快乐家 APP， 参与《疯狂的麦吉》同步答题 PK 明星萌娃，惊喜多多。